好，你们的养羊突然出现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大众占卜视频。几个月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是的，老板们，我把论文干完了，我放暑假了，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在网上鬼混了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，打算做一期暑假脱单待遇测，看看老板们这个暑假有靠谱桃花可搞啊。已经毕业工作了的老板们，就自动把暑假替换成平凡的2021年夏天就好。好啊，那我们开始选牌了哈。三个选项三组牌，杨某人为大家献上2021暑期顶级高端代作，我的这半年。将将将将，这个呢是刚开始的养羊，自信中略带嘚瑟，嘚瑟中略带嚣张，这是干论文中丑陋又肥胖的沸羊羊，被生活打压的现出原形。最后啊，这个是放暑假的咸鱼养羊，就嘿嘿放暑假，嘿嘿嘿放暑假，很开心的感觉。 OK， 介绍完毕，选吧，选牌选花都可以的。来，老板们，跟我一起深呼吸，放轻松，遵从你的第一直觉，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组吧。